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今天我整了点红薯，在锅里边放着了，已经中午吃饭的时候整了。打算包点儿红薯汤圆儿，你们吃过没有？现在把红薯拿出来，现在把红薯捣碎。这个红薯由于是我中午蒸的，放的有点黑了，不过不影响吃。现在红薯已经糯好了，然后撒点面。你们那边那个元宵节行不行吃这一种的汤圆呀？哦，和成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你会弄不叫我切吧？会，这个能包饺子不一样啊。你不是没包过这个汤圆吗？没包过不代表不会。把这个捏个圆纹，放点糖，捏住。一行一行，抽烟就行了，老婆。我知道不？我是老行家了。我现在已经包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又剩了几个买的，牵到一块了。已经下好了，看我做的汤圆怎么样？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汤圆怎么样？看一下，尝尝先。好吃不？嗯，好吃。跟他来到家，嗯，我红薯疙瘩汤，一点也不腻，比外面买的好吃，买的那个腻的慌，这吃的一点也不腻。今天是元宵节，咱俩在这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